老于，两个孩子羞涩，嗯，咱们大人少跟着掺和啊。哎，知道。给我硬盘。嗯，硬盘？什么硬盘？你给不给我？嗯，我吃饱了。哎呦！哎，凤鸣！哎，凤鸣！哎，凤鸣，你干嘛去啊？程叔，别生气，我去追他回来。这小子怎么还玩不起了？你看，还没看明白呢，他们俩人呢，没戏。你吃饱没有啊？是不是太辣了？我看你都没怎么动，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习惯。不然去吃点别的。够了，别再吃了。行，哎，等一下。喂，小曼，你说。哦，行，行。公司有事，看你表情我就知道了。去吧，正好我可以一个人走一走。那骆总要不要一起回去？我才不要第一天就加班呢。行，那骆大少爷你自己先逛一逛。嗯，我晚点来接你。哼，去吧。完没完？放开！陈风明，你至于跟我这样吗？我不至于吗？给你硬盘。已经坏了，我在新加坡也没能给他修好。没关系，我会修好他的。陈风明，自从星星去世以后，你成天喝酒买醉，你这是在逃避现实，你知道吗？你每天这副样子，程叔一个人有多累，你有没有想过？你有去店里帮过他吗？你成天这么丧，你对得起死去的星星吗？星星最不想看到的，就是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关你什么事？你就对得起星星是吗？程风明啊，什么叫我对不起星星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不配。什么叫我不配？什么？你松手。手链呢？哪儿去了？啊，这不是你对星星的记忆吗？这不是你的一切吗？结果呢？你把星星的手链都能摘了。
不说，你别以为我看不见。风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不见的。你别装了。嫁给我好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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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！七个！帅哥您好，能麻烦您帮我们拍张合影吗？哦，谢谢。谢谢，不客气。那人好帅啊！怪我对不对？都是我太笨了，手链可能再也找不到了。对不起，星星。柱子，喏，这是我给星星编的绝版编织手链，怎么样？嫉妒吧？我做的。笑笑，星星。傻瓜，别哭了。你怎么才来？是你？是我。怎么是你啊？笑笑，你干什么？我正做梦演皇帝呢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让你给搅和。我搅和你什么了？你是不是忘了今天答应我的事了？还有什么事是比我睡觉更爽的吗？赶紧上班去，别打扰我睡觉。余威，你靠谱点行不行？给我起来！等，我是个演员，我要睡美容觉的，我靠脸吃饭的，你不知道啊？哦，你快
快着点儿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再不走，我来不及上班了，快点！疼疼，快点！那是个老房子，我查了一下位置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知道了，我自己找找。你真不用我陪你去？不用了，赶紧回公司吧，那里比我更需要。行，那你注意安全。嗯。行不行吧？来给你修水管。啊！程风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程风明，你是不是嫉妒我的美貌啊？哥哥哥，你先去修水管，我去跟他说。那他一天丧着个脸，他要干什么呀？他？哎，哥，我帮你训他。我说我不来，你偏让我过来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们是不是一块发过誓？朋友没有隔夜仇，就算吵架，第二天也得和好。我来履行誓言了。无聊。行了。哎，你有完没完呀？行了。来客厅，我给你买了小面。高中门口那家。看那个小子我就来气，你就天天折腾你哥。程公子，您就别生气了，再放一会儿面都凉了。啊！哥，我先去上班去了。阿婆，您知道这个地方吗？你说什么？这个地方，我要找他。做什么呀？没事，谢谢您，阿婆。帅哥，别客气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等你们修过水管半天才来，我要投诉你们了。
你谁呀？你好，先生。这宅子挺特别的。您住这儿吗？啊，你是租房子的是吧？那你可算找对人了。我不住这儿，我是这儿的房东啊。今天正好没什么事儿，过来转转。来来，屋里请。外面热，我这房子呀，冬暖夏凉，蚊虫不侵啊。小兄弟，来，我带你到里屋转转。来来来，走。从袁总办公室出来，他问你去哪儿了？你快点啊！谢谢你把它还给我，它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之间不是句号吧？奇怪的，来来，最棒的就是这件了，你看这格局。哎，我收拾一下。怎么样啊？最棒的就是这面窗户了，这窗户吧，虽然不像落地窗那么宽敞。但是呢，这窗外的景观呀是真的好。景观代表着什么？景观代表着品质。什么人最追求品质啊？像您这样的文化人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哇，这里还有人住吗？我就住这儿，开个价吧。那行，我帮你算算。老板，这个硬盘您看一下能不能修？我去了好几家店，他们都说型号太老了，而且内部结构损坏，所以我就拿过来给你看看。看看你能不能帮我。如果内部结构损坏的话，可能就没法复原喽。不过你也别着急，先放这儿吧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可以吗？嗯。那就麻烦你了，谢谢。这都迟到20分钟了，笑笑怎么还没来呢？走，走，走，早啊！不早了。企划书写的不错，谢谢李总监夸奖。李总监早。快点儿！怎么回事？这么晚才来？快别说了，我们家水龙头坏了，早上让我哥去修了。多亏沈总监去找袁总聊事情了。没空理咱们。什么事啊？怎么感觉这么严重？估计啊是这次国际时装周的事。哦，袁总，这次的项目对瑞克来说非常重要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要不咱们先开会。好。大家准备一下，一层开会了。好好。快快。
走吧。走吧。那么，针对这次的开场秀，公司内部将进行自由竞稿的形式，来选出三名优秀的青年设计师来代表瑞克参加这次的开场秀。那么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竞争对手 Bory 的资料。这次竞标，我们最主要的竞争者瑞克集团。瑞克集团是一家综合实力非常强劲的设计公司，希望我们不要掉以轻心，拿出自己最强的实力来为我们打赢这场仗。不好意思，这位是我们公司新上任的 COO， 骆家恒，骆总，大家欢迎。你说这小子跟咱们蛋仔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啊。什么？你说那木瓜脸，他来重庆了？对啊，那个木瓜脸，他叫骆家恒。长什么样啊？给我瞧瞧。怎么那么八卦呀？我又没他照片。朋友圈有啊，你快给我看看呗。服了你了。那。哟。长得挺帅的呀，于小小，你这眼光可以呀。跟我眼光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掐指这么一算，你俩这缘分啊，绝对不浅。他神经兮兮的，正好呢，你脑子也不好，要不凑一对试试？你脑子才不好呢，说什么鬼话？再说。万一这木瓜脸有女朋友呢？谢谢你啊，木瓜。嘉恒，路上注意安全，拜拜。拜拜。上车吧。不是吧，你果然是爱情的杀手，缘分的克星。那你打算怎么感谢人家？不是还帮你找回手链了吗？请他吃火锅呗，正好照顾成熟生意。志阳，你这搬的什么东西啊？嗨，这次大秀赞助商送的，说是够喝一年的呢。来，谢谢。客气。怎么了？你不是最爱喝这款矿泉水吗？没怎么。林姨啊，我中午先不陪你吃午饭了，我还有事，得出去一趟。哎，笑笑，于笑笑。沈总监，进。总监，这是这次升职的名单，总裁让您看一下。好，辛苦了。你好，我找一下陆深，陆总监。不好意思，陆总监现在在开会。我找他真的有急事，复印一下。哎，小曼姐，他找陆总监。你找陆总监有什么事吗？我有点私事。私事的话，私下再说。现在是工作时间。笑笑。师兄。陆总监。小曼，她是我师妹。笑笑，你怎么来了？陆师兄，我有点事想找你聊聊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
不好意思啊，秀秀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好。你好，请问是嘉欣姐吗？应溪开完会了吗？是的，戴总已经在等您了，请跟我来。你是不是看到赞助商的饮料了？怎么样？陆师兄，我来找你是想和你说，我们之间没什么的，请你不要误会。笑笑，我知道你现在不喜欢我，但这并不影响我喜欢你、追求你，不是吗？不是。而且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明白的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可是你把我们两个的卡通形象印在饮料上，万一要是被公司其他同事发现了，误会了怎么办？这怎么能是误会呢？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喜欢你于笑笑。可是我不喜欢你啊！你明知道我们两家公司现在是竞争对手，万一要是被同事发现了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在公司的立场？抱歉，笑笑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我本来以为你会开心的。陆师兄，你别这样，我一直把你当作好师兄、好朋友，我只是不希望你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好了，我说了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明白的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陆师兄，我要说的话说完了。再见。哎，笑笑，你等等我。戴总，进。应溪，好久不见啊。嘉欣姐，好久不见啊。又变美了，还是这么会说话。坐。好。姐，你怎么突然来重庆了？你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列阵欢迎啊，让我的 Boring 蓬荜生辉。几年不见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来重庆呢，是有些事情要处理，这不正好来看看你吗？欢迎。啊，小曼，你带 Rita 转一转。好的，带走。怎么了？是鼎盛那边出问题了吗？是啊，现在集团的运营情况很不好，而且现在协议也快要到时间了，很多事情要处理。姐，别自己扛了，你需要帮助随时找我。集团的事情呢倒没有，不过其他事情你可以帮我。说，我这就记下来，没有我戴应溪办不成的事。帮我找到嘉恒。赵嘉恒，哦，嘉恒来重庆了。你上次给我发信息的时候吧，我就给嘉恒发信息了，然后嘉恒也没有回复我。嘉恒来重庆，没有第一时间找你吗？没有啊。师兄，你别跟着我了，我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还没说完呢，笑笑，你等等我，你先别走啊，你等等我。师兄，你放开我。你先听我解释。还解释什么？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。